过吗？香港也挂了第一次台风信号，一号风球。但是要火风口呢，一号风球是没有影响的啦，只是会有点雨哦。所以这几天这有雨呢，就是那个风啊经过啊，所以会有一点雨了。香港的风球如果到八号风球哦，八号信号那就不用上班了。八号就很厉害了，八号台风那个风很厉害，就不用上班，外面的店都会关门，汽车都不能走了。喂，会浸噶？哎呀，有啲隧道都会入水噶，都浸噶。在香港这边，现在我们的那个污水管啊，雨水管哦，那种都建得很好。那雨水啊，那个通道啊，都加宽加大，所以现在淹水跟以前比较多，现在比较少。除非那个雨真的是非常大。我那天雷暴啊，雷暴哦，那个雨哦也分三级的。啊，如果那个雨很大，很多地方都下大雨了，那就会挂那个叫黄色雷暴警告。啊，如果在开始有些地方开始淹水了，那就会有红色雷暴警告。啊，如果大部分地方都会有淹水，那就会黑色雷暴警告。黑色就不用上班了，也是要休息停止了。所有活动都要停止了。啊，这里是太平山的冰雷峰啊，中半山啊。这个地方是太平山的最贵的一个地段啊，最贵的啊，因为太平山呢，上得越高呢，会越潮湿啊。